烟筒之后不能换打火机耶、欸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还是可以啊。你要点吧。点回打火机，打火机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这地上有木棍、欸。对啊，在包包里面。点一下。这是我们来的地方吗？哦、不是不是不是，这边要继续走。没哦，这里有路。啊，我们要看过一堆钟子，再滚过去。等等，等下，小心撞到头。对啊，这边直接走就好了。直接走就好了。走走走。小游出发，出去玩。掉水里，掉水里。好，你继续往前游就可以了。哦，洗身体是哦。哦，我听到声音了。对，洗洗洗洗，连刀都洗干净了。哇哇，掉饮料了嘛？掉饮料了，掉饮料了。刀子挺好用的。哦，这个行李箱不能打。那为什么饮料会不会水啊？我的水有点。找到乘客。会吧？会啊。会吗？喝多一点啊！苏打水会啊！会会会会。哎、欸，你们注意一下，这是乘客好吗？你们吼。好。等一下，先喝水了，等一下啦。抱歉抱歉，大家有点口渴，先喝个水。哪里有乘客？哪里？我们稍早才在盛水，现在就在那边浪费水，天啊！哦，这边实在太多了。我们要走哪边？左边右边？我不知道、欸，他已经先走了、欸。我乱走啊，没有啊，你我我有没有？你们这里还没走过。这个乘客我没有拿出名单啊，怎么？他说我也没有啊，有啊，吸什么啊勾的？喂，哎、欸，这个拿在手上是不是？不用拿、啊，他应该是那个啦，他应该只有记录，他直接记录了啊。他就说你找到了什么吸座乘位？下面打掉问题，绑在里面一样。你打一下、啊，看他会飞。哇，他死了！啊，没动。蝙蝠被我打死哎、欸！蝙蝠被砍下来了。打死！他被砍下来了。我在看蝙蝠啊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会、欸。好可怜哦，他什么都没反抗就死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被卡住了，人家在睡觉，这边砍人，抱歉，抱歉，这是恐怖游戏，不是啊，这是经营游戏，他既要低头，要低头才砍得到，这要跟好友一起经营的游戏，嗯，对，哎、欸，他这边给的苏打水未免太多了，超多了，你现在没打到，有人，为什么打掉他又合起来啊？你是没打到吧？没打到吧？哦呦，是砍到人！哎、欸，还是……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吐回去，吐回去再开，吐回去再开。哈哈，给吐回来，吐回来。他飘出去会自己再合起来吗？不会吧？不会啊！但是你没有打到吧？有在玩球吗？我们在玩球，我们在玩行李箱当球。打不下去啊！开、欸、这个，我把掉水里了、欸，这个很危险、啊。小雨刚刚在砍雨月的脚啊！算了，这个打不开、欸。哎哎哎哎，那边有火光，那边有火光，那边有火光。前面吗？前面吗？走走走。台南的乌鬼洞没去过，我是不是开始冷了、啊？又是左右，哎、欸，右边有那个一堆木板、欸，打掉看看。这个要打掉，这个要打掉，这个要打掉。哇，好疯啊！还有里面还有，哇，这么好，这么疯哦！好，感觉好恶心哦，遇到人了、啊，恐怖哦！哎、欸，你们不会冷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我开始冷了、欸，为什么？你是站哦，潜太深了、哦。我没有在你们后面。水里面太久了，直接叫声哦。那有快 boss！哎呀，从上面下来了！小兵，砍他脚脚，砍他脚脚，烧他！休克！我好想靠着他取暖哦，小雨你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啦！借我靠一下，烧起来了，我去泡水，借我。好，你去泡水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需要你的火，你没了，你没火了。对，我没火。现在开一拳，从头上砍你，从头上砍出去了。你们是在砍沙，你们是在砍沙威玛是不是？沙威玛在对面，跑掉了，沙威玛跑掉了，对，死了，沙威玛，一群人砍沙威玛，你们不饿吗？你们不饿吗？要找一下那个啊，找一下没有找到食物哎、欸，有穿起来了，穿起来了，有啊，有这个尸体啊，要不要烧肉啊？要放个火啊，繁星不是很冷吗？很冷啊！哎呦，这伙伴哎、欸！哎呦，我的画面已经开始跟那天玩狼人杀一样了。那就那个啊，放个萤火、啊，做个小火啊！我放啊，我放。
有在哪里哦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有了，有了，自己解一下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角胶。我、哦、靠，这是假意志是不是？不能捡。我带了两只蜥蜴来，大家可以抢着吃一下。哇，来！我本来有身上有三只蜥蜴。对，我带了两只蜥蜴。我是饱的。为什么？你在看那边有什么？嘿嘿，这里好大、哦。我要丢腐坏的小肉给你们。哇，这里好大。你很坏哦，坏。有三块腐坏的小肉在里面。是抽奖是不是啊？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快吃快吃，吃蜥蜴吃起来，吃快吃快吃，被抢了，耶、yeah, ！吃饱了，哎、欸，没吃到，耶、yeah, ，没吃，我真有人吃到了，哦，是不是有人吃到了？还、啊、可以再，还可以再往下，好扯，有往，对啊，不是要往上的、欸，我们先往上看一下，这边有个往下的、啊，吃了，我吃了，我吃了，你们现在是往上吗？我跟哈基在上面。嗯好好好，还有一块肉是要吃，哎、欸，还有三块肉。我上次出去看到一个绳子了，哎、欸，有人啊！我都点了。哇、哦！哎呦，怎么是打我了？走开了！走开了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哦，你们跑上去了。对，我们在上面。哦，好，上面好像是出去了。哦，那就往下吧，不要去上面了。先往下吧。哦，然后这个洞是连通的吗？有肉吃了，有可能哦。上面哎、欸，直接到野外路过那室外嘞。哦，那应该那不要上去，那不要上去了。哎、欸，应该先不要上来吧。哎、欸、哎，帐、欸、篷帐篷营地，这是帐篷之外。哎、欸，有绳子哎、欸哦，我们这边有绳子。哎呦，这个形象可以打死路。这里也太多骷髅头了吧？哎、欸，谁砍我？我砍到你了吗？哎、欸，有，找到乘客，找到乘客，找到乘客。抱歉，啊，这锅子不能开啊、哦！哎、欸，有绳子，有绳子，有绳子，绳子我已经多到装不下了。啊，会满哦。绳子好会。啊，满了。不能拿更多绳子、哦。好多哦，好多哦，哦好多乘客，好多乘客，34D，4D，34D，哇，34D，哇，34D，哇，34D 耶，哇，哎、欸，真的。真的有一点像来自深渊，我们要下去有没有？真的，那就继续往下咯，我们就继续往下。哎、欸，它有更新哦，来自深渊。嗯啊，更新了，真的？有啊？更新吗？有啊，有啊。哇哦，是动画吗？还是漫画？漫画啦。哦，我要等动画。哦、动画很久嘞。嗯，所以我现在看到是15个乘客哎、欸，你们也是15吗？怎么看啊？看 B 是不是？就打开乘客名单啊。我可能有点少吧，乘客名单。我也都没有在看、欸。乘客名单。乘客名单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声音啊！包厢那个，我看到下面，15个，12个而已。哎、欸，我14个，所以不是哪里呀、啊？是，我15个，我15个，我14个。包包，你开包包最下面，打开包包最下面。谁肚子在叫、啊？我没有一直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对啊，有啊。15个，谁肚子在叫？小孩吧？下面啊，下面。小孩叫成这样吗？有个东西叫做哭腰啊，没有，我们应该是没有潜水。这里可不可以打开啊？他好像说用炸药可以炸开。哦，是哦，可以做炸药啊，做炸药，做炸药，我们来做一下。电子板什么的，头颅炸药。另外有个圈圈，我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啊，炸药、手表、酒，那个是什么、啊？胶带？还有胶带，然后硬币吧？可是什么是胶带？我们有哦，我有绝缘胶带，也有金币，我都有啊。团团坐，肯定什么都有啊，就刚好都有啊。你怎么你去哪捡到胶带的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乱收就收。胶带在那个飞机上面有，要在哪里？那个是直接丢，随便丢就好了吧？我觉得你要不要丢看？这边有光哎、欸，这边好，丢这边。其实我身上有炸药4个、欸，哇，你太多了吧？我丢了，好，好，我们要离远一点。对。他滚下来了！啊！中，欸、好像没炸到哎、欸，不应该不能丢到那么上面，他会滚下来。OK， 哈基炸吧，那我往上丢点是不是？好啊，不是那个是那是炸药，野人来了、哦，我没点火，白痴哦、喔，白痴、啊，丢出去，没点火啊，东西嘞，超像瀑布的大便，丢进你刚好丢进那个坑里面洞里面了，对，那个洞里面，那再重丢一个吧，你怎么那么会丢啊？欸我捡到了、欸，你捡到了哦， 好，那你丢一下、啊。可是你的那个，你的炸药，哎、欸，他说炸药已收集，可是在哪里啊？我看我包包没有啊。我做照明弹哎、欸，我也是照明弹啊，我也是照明弹。哎呦，有开吗、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我觉得被骗了，被骗了，是被谁骗啊？是观众吗？别克骗我们。
没有，我的观众说他们说可以用炸弹炸开。好吧，我们走吧。我这边也有说用炸弹炸墙的，还有潜水器，哇塞，太强了吧！我这边只有一直问我们说有没有潜水装，我们没有，好像没有吧？好像要到海边去拿。我们没有潜水装，那就继续往下走吧。继续往下走吧，啊、好多绳子哦，捡、不下。为什么团团跑这么快、啊啊？我怎么还用滚的？什么用？熊猫不是都用滚的下楼吗？是啦，是这样没错啦。那种矿工帽，我怎么可以戴这样吗？没有，戴不起。准备下去喽！等等我，下楼喽！哇！哦！哇哦好深哦！我的妈呀！啊，没事，下来了。这里也有木板呢、欸，好多木板。手好烫哦，手好烫哦！我先拿，我先拿喷雾预备一下。修、修，哇！是。这里啦，这哇，好恐怖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！这个万一突然山壁动一下就被夹扁了，真的。你说有幽闭恐惧症的走这个会很难过哎、欸。对啊，哇，里面有东西吗？这个如果是我的现实生活中，一定过不来。然后看到那个帐篷说：“哦，你们加油、不好意思，你们加油、哦，加油！”哎，我过不去了，我没办法过去，我身材太大只了，我只能陪你们到这里了。炸弹地图，哦，有炸弹包，那边没有啦，那边没有就是没有啦。嗯。啊！吓到我！哎，真的吓到了，真的吓到了，真的吓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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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互相吓到。哈基，你一直在捅他下面呢。你为什么捅他？你啦，我是说你啊！我哪有？还有很多野人哦，还有很多野人哦。这里有 boss， 你的伙伴送你了，来了，这里好多手手。哎呦，有小 baby， 哎，有小 baby 到了。哎呦，有大野人，有小 baby， 小 baby 是吧？我来啦！小 baby 是戳一下就死。我来啦！戳一下就死掉了。我来啦！好多好多只哦！好恶心哦！哎呀，好多小 baby 哦！你不要再拿那个。哎呀！跳关，跳关，跳关！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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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！是啊。好哎，繁星，你敲那是被你敲死了没有啊，根本没敲到吧？我来。我在动哎。刚刚鱼戳死了吧？这里，报纸。哎，来一只，鱼是白的。哪里？那把抱走了，很容易。他吓到了，拿到子弹呢。欸，其实我有点肚子饿嘞。哇，九手！冲！有一只，后面有一只，后面有人跑去。对啊，就那一只。好快！你跟猫一样哦。有食物。躲在旁边看。有食物。哦，有木棍，这有木棍可以拿哦，地上都有木棍。想吃饭了。刚刚不是才吃过吗？我没有吃。哎，等下杰瑞附近。我附近。后面他跑掉了，哎呦，跑掉了，他就一直跑过来又跑走。是有火堆还是火坑啊？都可以吧。火堆。哎，来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。哦。他干嘛？骷髅哦。啊，大这边啦，这边有图案了。好，我要先吃东西，我不管，我要吃东西。哎，来，哎呦，你干！